好像有哪里不对，这诡异的气氛，这阴间又不是浪漫的音乐，这一张张耐人寻味的笑脸。警戒老师，你确定这是喜剧片吗？抱歉啊，是我搞错了。搞错了还不快换回来？放心，马上搞定。这还差。翻高山，过火海，比翼齐飞，幸福来。这是？好像是个馒头。绿儿，快想想办法。公子这……你平常不是能说会道的吗？现在怎么？好吧，我试试。大白馒头，白又大，多子多孙笑开怀。没想到大户人家就是讲究啊。阿娇沈清是本城第一美男子，但是却男扮女装嫁给自己的死对头。因为他这个表情难道是要进闪回吗？那是今天上午的时候。陆之远来接亲了。陆之远，你终于来了。陆妹夫，没想到咱们两家争斗贡茶争了十余年，你现在来求娶我的妹妹。我又没娶你，你得意什么？来人啊，看茶。是。少爷，茶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陆家做贡茶已经十余年，我陆妹夫的品茶功力一定也是无人能及。现在这里有两盏茶，一盏是沈家的茶，杯底是红色的；一盏是陆家的茶，杯底是黑色的。现在我将两盏茶调换顺序，如果我妹夫能猜出哪盏茶是沈家的茶，哪盏茶是陆家的茶，那么我沈清就麻溜放我妹夫进去接我的妹妹。如果你尝不出来，就自罚三杯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那快点吧，我赶时间。看你一会儿还得不得意。陆公子请睁眼，请吧。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哼，这两家茶都是你们沈家的。你胡说。我没胡说，这两等茶一样难喝。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说。你有什么证据？糟糕，他怎么知道？陆公子，请把眼睛闭起来。这么听话，现在两杯茶都是沈家的茶，看你怎么猜。算你厉害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我这是跟我妹夫开了个玩笑。傻蛋，动作这么明显，以为我是瞎子吗？妹夫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进去把沈南接出来。南儿，准备上轿了。沈南，快出来。这瞎子跑哪去了？二姨娘，大喜的日子，哭哭啼啼的。兰儿呢？准备上轿。那陆之远面容尽毁，而且不能人道，我女儿嫁给他可怎么办啊？不能人道才好，等兰儿偷吃他陆家的贡茶秘方，我再安排他和离，嫁个好人家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的妹妹，她是全城人知的悍妇，哪有好人家肯要她？那现在有人肯娶她了，你还哭什么呢？
把兰儿喊出来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不好了，新娘子逃婚了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，城主赐婚也敢逃，不要命了？把他追回来。小姐百米成绩全城第一，我们追不上了。一定又是这母女俩串通好了，所以各位，生妹妹一定要三思啊！误会吧？又来？又来？小姐，你又来？绿儿，你还有办法吗？两个都没了。可以没有办法吗？不行。那好吧，天生一对，低头一双，一个馒头，低头两响。下面有请新郎，姑爷。姑爷快过来。一拜天地，在朝阳记得青睐，初见花盛开，二拜高堂，等一扇丽儿，这丫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陆家这么大，我从哪里开始着急啊？到处逛逛。哥，你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有人。少爷，您喝了那么多酒，没事吧？这点酒不算什么。传婚符的应该就是陆之远。没想到我哥竟然替我出家，这也太让我过意不去了。我去会会那个陆之远，要他不是好人，我干脆一刀把他给杀了。说干就干。二夫人一直带头灌您酒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能有什么好心思？下来。我沈大侠卸下仗义，无人指使。你走吧，我不伤你。啊！哎呀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跑再说。走就走。轻功倒是不错。这个陆之远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这陆之远功夫远在我之上，我哥那花拳绣腿怎么打得过？啊，不管了，我哥那么鸡贼，一定有办法。不行，他毕竟是我唯一的大哥，还是暗中观察几天，再去江湖逍遥快活。就这么办。沈兰，你给我走着瞧。还有你，二姨娘，哭什么哭？你要干嘛？二姨娘，你生的好女儿，竟敢逃婚。大少爷，他逃婚你找他去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还要跟你爹守节。现在追究也于事无补，只能落到这副田地，还是怪自己太善良了。公子，陆之远在前头被拖着喝酒，一时半会儿进不来。太好了，这真是天助我也。趁着机会，赶紧找到贡茶秘方。公子，一会儿姑爷该进了圆房，你可怎么办呀？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，我看他今晚得醉死过去，你快帮我找找。我还是去看看姑爷在哪儿吧。这个陆之远生性狡诈，他会把贡茶的秘方放在哪儿呢？他不会把贡茶秘方放在罐子里了吧？大嫂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小叔子陆磊啊。陆磊？对呀、啊、嫂嫂，我替我大哥跟你圆房来了。哎，混账，出去。听闻大嫂是城中有名的悍妇，
我今天就要尝尝大嫂到底有多狠。来吧，大嫂。别过来。大嫂，你好美啊。你这样，陆之远不会放过你的。陆之远他不会过来的。就算他过来，城中有谁不知道啊？那陆之远啊，不能人道。看来传言都是真的。今天晚上就让我代替大哥伺候嫂子吧，来吧。嫂嫂你好平啊。哎，不过我不嫌弃。看来你是真的活腻了。来吧嫂嫂，这个去死吧。不嫌弃是吧？不行了，嫂嫂，放过我吧！我又回来了。你哥的声音，我哥真是的一点儿都不需要操心啊！年轻人玩的真是太开了，我走了。听见没有？我们儿子的声音。这沈兰，再怎么是个悍妇，遇到我们儿子还不是服服帖帖的。难怪刚才老爷百般拖住您，原来是为了方便二少爷和少夫人。大少爷，就算全世界都知道您不行，可沈兰也不能在洞房花烛偷情啊。嫂嫂我不行了，嫂嫂放过我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夜呀、沈兰若是怀上我们陆磊的孩子，陆之远不能人道，只能认下。将来陆家的都是我们磊儿的。陆之远那个野种，他的财产全部都是。哎呀，你别总是野种野种的。之远呢、他毕竟是我姐姐唯一的亲骨肉，我的亲外甥。况且我们吃人家的用人家的。当初你姐不知道跟哪个怀上了这个野种。我为了你们陆家的脸面，收下了这个野杂种，含辛茹苦的养大，我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啊。现在我是陆家的当家主母，这个陆家后宅是我说了算，新媳妇娶进来也得听我的。你看我明天不给他们下马威。安心睡觉吧。你。嫂子，你真美。少夫人不愧是传闻中第一悍妇。你们陆家欺人太甚，小舅子竟敢与嫂子同房，我死不瞑目。死不瞑目，那去死吧。完了完了，险过了。绿儿你在哪儿？快来阻止本少爷的苦情戏啊。你的长相。是，所以见过我真容的人都得死。我的眼睛，谁把灯关了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？我是不是瞎了？他的样子怎么是你？什么是我？我是沈清的妹妹沈兰啊。讨厌，你这脸画成灰我都认得。
是，老子是沈清，沈兰她逃婚了，我替她嫁过来，怎么了？没想到，还挺诚实的嘛。陆志远，城主要知道自婚变成现在这样，我们沈家逃不过，你们陆家也一样。现在，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不如合作共赢。嗯，合作共赢，你能帮我什么？我能帮你打消城主这个猜忌。城主不会猜忌我的。先城主匆匆去世，现城主又急着上位，外面也有留言说现城主有得位不正之嫌。根据我的推测，你的身份是……够了，说说你的计划。我的计划很简单，你把贡茶让给我们沈家做，你从此销声匿迹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废物，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属下无能，请主人饶命，但是属下有一事想问。说。主人现在过于城主，真的还要赶尽杀绝吗？混账！主人息怒，属下多嘴。再给你一个月，如果再查不出来老城主的野种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属下知道。磊儿啊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哎呀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让娘看看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记不太清楚。但是昨天晚上嫂子太热情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害羞。伤得这么严重，快让娘看看。来，娘，看看。嗯，哇，天哪！嫂子真的是太美了。哼，无耻混蛋！新娘子给老爷夫人敬茶。沈兰给婆婆敬茶。要帮我们磊儿管教管教这个小妖精。沈兰给公公敬茶。张嬷嬷，开始吧。是，夫人。关红。啊，糟了。我怎么把关红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？夫人，请过目。抱歉了，少爷，自求多福吧。太好了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哼，真有你。啊，怎么会？红，这是个啥？这是原帕。那怎么办？这是你的事儿，我怎么知道？嫂嫂。你好美啊。有办法了。搞定。
好吧。更衣沐浴。沐浴。哼，你们家的规矩可真多呀。我们家还有很多规矩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干嘛你猜猜看啊。陆家新媳妇进门除了圆帕以外还要验脚踝。脚踝？脚踝有什么可看的？脚踝结实有力，说明新媳妇精气十足，脚踝苍白瘦弱则不好生养。我的脚踝还不够结实吗？够了，就是毛多了点。哎，男子汉大丈夫岂能无毛，你要刮刮你自己的。明天要验的又不是我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白胖似猪蹄，而你生得奇，太好了，夫人。陆家的女主人，我当定了。差点误伤你。你哥回门了，快跟我走。我哥回来了，新罗那家伙也来了。也来了，三招回门一起来的。陆之远，你进了我沈兰的地盘，就别想再活着回去。哎呀，快跟我走吧。啊，哎，等会儿我再见。走。是陆之源，那还能有谁？他真的不能人道。嗯，那可不。哎呀，青儿啊，真的是委屈你了。哎，可别，还不是因为你的宝贝女儿。姓陆的还记得我？现在本姑娘的屁股还疼呢。啊！哎呀，喝了你姑奶奶的茶。让你今晚抱着马桶睡觉。来尝尝我们沈家的茶。沈清啊沈清，这么大人了还往茶里放巴当，太小看我了吧。这个小丫鬟是这是沈兰，沈兰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哼，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夫人是喝惯了陆家的贡茶，回娘家如此不习惯吗？相公，你衣服湿了，要不去换一下。陆福，快把相公带去换衣服。看我回房怎么收拾你。闪了，站住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还敢回来，看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。哟，夫人，新婚挺滋润的嘛。你啊，大少爷，你看我在沈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你就饶了他吧。看着吧，我替你去试试。新婚，你给我回来！真不知道我爹上辈子造了什么孽。公子。陆公子，我来给你送衣服了。放外面吧。嗯，陆之远的面具。话说他一直戴着面具，长得一定很丑吧？
混账！你才混账！我放肆！你若不是沈家下人，我今日就找个人牙子把你卖掉。沈清，你家还有没有下人？你哥女装扮相那么丑，他居然还能如此忠心，看来人品不错。看来我又可以放心的行走江湖了。顾公子容禀，据斗茶大会不足月余，我已想到克制陆家之法，今年必定拿下贡茶之名，以报答顾公子多年以来的知遇之恩。若非顾公子每年收购我沈家大量茶叶，沈家早已被陆家侵吞，顾公子大恩，卿粉身难保。愿来世当牛做马，为公子驱使在所不惜。沈卿上。陆琪，在。沈家这个月茶叶到了吗？早到了，已经换好了咱们陆家的包装，陆府已经准备好去送给丞相府了。这是丞相府给咱们下的订单。4月20日破庙，丞相终于要行动了。大少爷，您以顾公子的名义在城中购买茶叶，这城中茶商这么多，您为何年年只买沈家的茶？因为沈清家的茶叶是最好的。不过沈清这个人也是真的笨，跟着我斗了10年，他却没发现我们陆家连个茶园都没有了。主人，属下查到老城主私生子的下落，好像是陆家大公子陆之远。带来。哎，顾少爷说今年的斗茶大会我一定能赢。顾少爷年年这样说，您还不是年年输给陆少爷吗？闭嘴，不准背后妄议顾少爷。哎，嫂嫂，光天化日之下你又想轻薄于我吗？嫂嫂这是哪里的话，新婚夜嫂嫂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对嫂嫂一见倾心，从此只有爱重的份儿。看不出还挺痴情的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嫂嫂你的心里是有我的。嫂嫂抱抱。哎呀，怎么一碰就倒了？不知道啊。不愧是城中第一悍妇，果然是好有魅力呀。啊，原来是好这口啊。原来你喜欢这样的。哎呀，你的啊。哎呀，哎呀，住手，放着回来再打吧。城主有旨，让你随我一同前往。城主要见我。嗯，我们沈家的出头之日终于到了，我要让城主知道我们沈家的茶叶和陆家的一样好喝。这小子又动什么坏心思了？走。活该。草民沈兰，陆之远，拜见城主大人。平身。红袖。俗话说对酒当歌，这喝酒岂能没有乐舞相助啊。好美啊。陆之远，本城主倒要看看你面具之下藏着什么。这么心急想看本公子的真容，那就满足了。红袖。城主大人。你竟敢冒犯陆公子，
来人，把他拖下去杀了。主人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我能饶你，陆公子能饶你吗？既然如此，奴婢就砍了这只手，向公子赎罪。且慢，城主大人，这位小姑娘也是无意之举，况且我夫君也把小姑娘吓到了，咱们扯平吧。好吧，陆家少夫人替你求情，我就饶了你这门罪。回来吧。是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为城主烹茶吧。红杏，城主觉得怎么样？陆家做贡茶多年，味道自然是好的。城主，这些其实我们是这茶有毒。来人啊，抓刺客。不对啊，茶汤清澈，茶香扑鼻，那茶水怎么可能有毒呢？那就算有毒也不能只抓我一个人啊。怎么才来换岗啊？抱歉，家里有点事，来晚了。下次注意。哎，好。哥，哥，我来救你。沈兰，你先别过来。两年前我化名沈大侠救了个牢头，我有钥匙，我现在救你出来。别，这茶里怎么可能有毒呢？哼，城主说有毒，旁人又能说什么呢？这城主对您虎视眈眈，这肯定是他的诡计啊。只是可惜了这少夫人。得想个办法，赶紧把他救出来。少爷平时看起来冷酷，对少夫人却是情深意重。谁知道那个家伙会不会为了活命把我给供出去。别，我不能走。我不能畏罪潜逃，我走了沈家怎么办？我是有骨气的人。开门。城主，你没事太好了。你相信我，我真没下毒。我知道。知道，你知道还把我关起来？难道？哼，猜到了。难道你想栽赃陆之远？好聪明的小美人啊！给我听着，我可以放了你，但是你必须为我做一件事。可以吗？把门关上。沈兰，你可以走了。
陆之远，你还敢过来？如到春月一鬓，与我相人间淘清明，晚风平恶草原开人对海。我来救你。你来干嘛？我来救你啊。卖我卖的可够快的，陆志远，亏我把你当自己人。哼，你把沈家的茶叶藏在怀里，是否拿我当自己人？少爷，咱们还是快走吧，这里全是城主的耳目。少夫人，大少爷他为了救您花了不少钱疏通，您可千万别误会他。你都叫我少夫人了，你家大公子为我花点钱怎么了？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我们换个地方再说。哼，陆之远，一顿饭就想让我原谅你，做梦！这家伙又在动什么歪脑筋？别以为你请我吃顿好吃的我就原谅你。那夫人想怎么样？我心灵受到了创伤，我需要补偿。补偿？怎么补偿？大少爷，在下大人传话，城主正在查你手中的资产，宰相大人要您尽快将城郊的那座山脱手，撇清关系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孩子，孩子，好。我想去陆家茶庄看看，你带我去陆家茶庄吧。少夫人是想用陆家茶庄倒贴娘家吧？不是小的多嘴，少夫人娘家哥哥沈清那人精明狡诈。闭嘴！谁允许你背后妄议本少夫人的哥哥的？不过外界都知道你们兄妹不和，可是夫人对哥哥却是颇为维护。那可是当然了，我哥哥作为本城第一美男子，年少成名还能兢兢业业风流倜傥，可惜每年斗茶还是输给我家大少爷。你行了，我作为补偿把那座山送给你，行吗？山？百亩良田的那座最好的山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陆时远要把那座山送我，跟我来。
的茶山归我啦。陆诗远，我希望你以后都不用这个面具。那你呢？我以后不要用这个了吧。让你昨天喝那么多酒，活该。宿醉的感觉不好受吧？闭嘴，还不都怪你。大舅子，你既然这么难受，不如我们先回去，茶山以后再去。洛福，哎，说好了今天去茶山的，怎么能让人家等咱们呢？我没事儿，走走走，走快点吧，应该要下雨了。洛福，快点。是陆之远的枕边人，你找个机会和他共浴，替我看一下他脸上的疤痕是否真实，他的长相究竟如何。城主已经怀疑陆之远的身份了，那我到底要不要出卖陆之远呢？陆兄，作为好兄弟，有件事情我还是想多问一下。嗯，如果你是先城主的血脉，为什么会一直生活在陆家？你确定想知道吗？确定。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得死。停，我确定我不想知道。都已经死了。你别说，你千万别说。陆福，再快点。没想到雨下这么大。快，生个火烤烤，冷死我了。这是谁呢？你啊。我又不会生火。好，被毒蛇咬了。毒蛇，坚持住，一会儿就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先把这个签了。这是什么？地契。沈清啊沈清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那座山的事？你签了它，茶山就归我了。郊外的那座茶山终于归我了。
陆之远他居然沈清，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背叛我。你咳得这么厉害，看来城主身体有恙啊。拜见城主。起来说话吧。我委托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不负城主所望，我和陆之远鸳鸯浴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你不得了。陆之远脸上的疤痕都是真的。看来那日看到的的确是陆之远的真容。当时愁得我现在想到都没想到这家伙对我还真的有几分义气。好，哼，很好，你走吧。是。哟，回来了，去哪儿了？你也是刚回来，你去哪儿了？小爷我救你的命去了。陆之远，从今日起本少爷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了。救我的命从何说起？从城主说起，从你这张脸说起。我倒要看看你想说什么。知道吗？城主那天在大殿上看到你脸上的疤痕，根本没信。他装作茶水里有毒，实则是为了绑架我，胁迫我来看你的真容。那你是如何回答的？我当然是替你遮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必须让全城都知道其实长得没我帅。全城第一美男子这个称号必须是我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把实情告诉他，城主把我杀了，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全城第一美男子。他要是治你的罪，我沈家作为你的妻族必定会一起治罪。我又不傻。在我看来，你是傻的。陆之远，我要跟你单挑。这沈兰嫁进来没几天，之远怎么把一座山都送给她了？妖精！他们在说什么呢？是啊，这沈兰一向很凶悍，没想到她对付男人还真有一手啊。原来他们是在说这件事啊。再听听还有什么。必须拆开这对夫妇。拆散我们？为什么？否则我们陆家的家业都落到陆之远的手里。我们家的家业都是之远挣回来的。你闭嘴。你姐当年偷偷生下这个野种就死了，连孩子他爹是谁都不知道。要不是我养大他，他陆之远还能有今天啊？我要是再不使出点手段，这份家业就要落到这个悍妇手里了。原来陆之远是先城主的私生子，难怪城中百姓从未听过他的存在。今天天气不错。
这些东西你搬去哪儿？明天你二舅过大寿呢，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。过寿带这么多东西？又开始。上个月你就提了1000两银子，也说是过寿，他是过的月寿吧？有些人呐，小时候还去过我娘家，我二弟还抱过他，如今呢，连这些东西都舍不得，果然没有血亲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这老太婆真会恶心。就是。绿儿，搬。是啊，你干什么你？你把我的东西搬哪儿去了？娘亲，我二姨家三舅也过寿，我搬一点。管教你媳妇啊？管我干什么？娘亲，这都是跟您学的，您搬一箱我搬一箱，怎么了？此话说的不妥。你住手。你干什么？我是婆家，管教你媳妇啊。绿儿，上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哼，那个野种居然还护着那个悍妇。沈兰和知远也算投缘，也算美满。据老奴所知也不尽然，那新房门一关，我经常听到少夫人被大少爷折磨得喊救命呢。好你个缺德玩意儿陆之远啊，你不能人道居然还敢碰我的人，这禽兽。想跟我斗还嫩着呢，你去给我盯着他，等我抓住了把柄，看我怎么整治他。是。好美呀。嫂嫂你醒了？哎呦，天涯海角哪里都好，嫂嫂我们私奔吧。你脑子有坑吧？嫂嫂，嫂嫂放手。我不放手，嫂嫂如果不答应跟我离开这里，我就死在这里。那你去死吧。沈兰，我回来了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父亲，你回来了。你刚睡醒吗？放我书房累着了？没，我刚刚没事没事。找什么？找夫人，就是这儿，我亲眼看到有别的男人进了少夫人的房间。来呀，拿下奸夫淫妇。我操！母亲大人，你这又是干什么？我这不是为你不平吗？清理陆家门户。夫人，奸夫就在这里。好，把这对奸夫淫妇一道打出去。是，夫人。二少爷。磊儿，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你们好。哎呀，你来人！哎呀，大少爷，按老夫人吩咐的办，把这狗东西赶出我们陆家。是。不，磊儿，
嫂永远在一起。嫂嫂，我知道你的心里也有我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我与嫂嫂永不分离。啊！烧霞好厉害，这么高。哦。啊，没有没有。居然是个洋人，他到这儿来有什么目的？哦，对了，请问沈家茶楼怎么走？沈家茶楼，就往那边走，最大最阔气那家就是。好的，那我先过去了，多谢少侠。这个洋人去沈家茶楼做什么？这个洋人一定是去买茶的，我可太给我们沈家争光了。来人呐，有人吗？来人呐！这位爷，我们沈家茶楼有很多茶，您想看看什么茶呢？我不是来看茶的，我是来挑战的。挑战？挑战什么？斗茶。哼。不好了，少爷，有洋人来到咱们家茶庄来砸场子，要和您斗茶。洋人？跟我斗茶？嗯。我斗不过陆之远，还斗不过洋人吗？茶庄掌柜来信说，问您要不要跟他斗茶。硬，谁不硬谁是狗。走，会会他去。夫人您回来了。少夫人现在要去换衣服，等会儿要去上香，你先把马车准备一下吧。是。嫂嫂。停。剩下的路我陪少夫人一起走，你先回府吧。好的。少爷，我们不是去换衣服吗？来这儿干嘛？先找个地方换衣服，再去查。好。嫂嫂，嫂嫂，哎呀，嫂嫂，我可想死你个嫂嫂了！你这个混蛋，你还敢过来？快滚！哎呀，嫂嫂，你可好狠的心呐！人家为了你都被赶出了陆府，都不心疼人家。哎呀，嫂嫂，放开我们家少夫人！好你个小丫头片子，看我不收拾你！住手！住手！你谁啊你？你怎么能对这姑娘如此无礼？你这样会下地狱的！哼，哪来的假洋鬼子在这儿瞎热闹？滚开！好，你们人多欺负我人少，后会有期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。这个姑娘好美啊。哦，我美丽的夜影带路的茉莉，可否告知你的姓名？这个洋人是要干嘛？不知道啊，公子。我叫沈兰，是沈家二小姐。哦。沈公子，我来了。小茉莉，糟糕，他不会认出来了吧？你是沈清？
你跟你妹妹长得好像啊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被发现了。尤其是这双眼睛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两个都是我，能不一样吗？哦，对了，刚才在小巷里，我刚刚替他打跑了灯兔子。那就多谢陈公子了。哎，不必客气。不过我斗茶赢了你，你能不能将妹妹嫁给我？做你的千秋大梦，斗茶我是不会输的。况且我妹已经嫁给陆之远了。哦，我的小茉莉已经嫁人了。不过既然我已经应战，兄弟，这边请。行。这陈马可看起来不好对付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有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沈公子，你怎么了？不比了，不比了，都怪你提什么我妹妹，扰乱了我的心神。哎，我可怜的妹妹啊。我心爱的小茉莉，她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你是不知道陆之远那个王八蛋，他不能人道，还整天欺负我的妹妹，让她做牛做马。哎呦，我可怜的妹妹啊！陆之远，你竟然敢这样对我的小茉莉！我要去救她，我要去找陆之远决斗。这就走了？他不会真找陆之远决斗吧？等等我，马克兄，马克兄！陆之远，你给我出来！别喊了，他不在。谁找我？这位是？这位是西方来的茶道爱好者，陈马可。洋人，他就是陆之远。幸会。什么幸会？陆之远，我是来找你决斗的，赢多人才能跟沈小姐在一起。有意思。瞎嚷嚷啥呀？我妹的名节还要不要了？这又是你出的问题吧？抱歉啊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。陆之远，交给你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那来吧，拿出你的剑。就他喽。我输了。这是我从西洋带过来的珍珠，我一直想把它送给沈小姐。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赠清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你记错了吧，马克兄，你太客气了。这些珍珠我就替我妹收下了。这个神器你替你妹妹嫁给他得了。算了，好女不二嫁。我的东方夜莺，我的小茉莉，永别了。哎，马可兄，为了一个女人没必要。马可兄，你想殉情可以，能不能别在我家门口？哦，爱情，为你失去生命，我将得到永生。这个陈马可脑子不会有坑吗？有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保证。你们，我马上要死了，我真的要自杀。快死吧！不见到兰儿，我是不会走的。
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下一朵花会更好。马可兄，我祝你早日觅得佳人，双宿双飞，白头偕老。如果这是你对我的要求，那我答应你。那盛情难却，我就收下了。夫人，你这财迷心窍的样子跟大舅子一模一样。住口，不许污蔑我的小茉莉。哼，是我技不如人，我的人生没有了爱情就剩下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找沈清斗茶。等等，沈清他回沈家了。那我去教他。陆之远，你存心找我麻烦是不是？我还没怪你给我戴绿帽子呢。这次回来就多住几天吧，反正你哥也不在。不行，我还要去闯荡江湖呢。沈兰，我靠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死丫头还敢回来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我等会儿再收拾。来人啊，在，把小姐关进闺房，听候发落。是，慢，大少爷，你就饶了兰儿吧，求你了。娘，你别求他，我什么错都没有。闭嘴，兰儿。等我回来再收拾你。谁呀？大半夜的，开门。师兄，你家也太难找，我找了一整天，最后还是陆之远带我找到的。马可兄，我没有想到你还会来。你要去沈家？是啊。他去沈家干什么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来啊。你看，这里是陆家，从这里走，哎，再走，这里就是沈家。不懂。哎，真蠢。看好了，这里，刚好从这儿走，再走，这里就是沈家。懂了吗？我就不信你能看懂。不太懂。哎呀，能看懂就行了。真没想到这样你都找得到。你脸上怎么会有脂粉？看你这会怎么说。我刚刚去了一趟青楼才回来。青楼？你刚离开我家，这会儿就逛完青楼回来了，你这速度有点快啊。哎，你这个不能人道的东西，还说我快？你不能生 baby 啊！你这个洋鬼子怎么什么都听得懂啊？原来我的小茉莉一直寂寞一人，我要去陆府救她。别。
这不是我送你妹妹的珍珠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怎么会在我这儿？你说呢？陆之远不让兰儿收礼，兰儿转送给我的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你怎么能够把妹妹嫁给这个消毒机场不能生 baby 的恶魔呢？因为他是茶道第一人。哇，没想到这一辈子能在你嘴里听到一句实话。陆之远，你敢跟我决斗茶道吗？陆之远竟然没有用贡茶茶粉，看来还是留了一手。不过看着洋鬼子的气势，也是有备而来。听说陆之远是多年的斗茶冠军，正好试试他的成色。看来这个假洋人还有两把刷子，不能掉以轻心。看这两人对茶性、水温和手法的控制都不相上下，就算在茶城，这二人都算是一等高手。陆之远的茶技的确相当了得，不愧是冠军。这个假洋人果然是个有趣的对手，竟然能如此沉重冷静。就看他们对汤色和汤花的品控。获胜了，该让谁赢呢？陆之远上。我输了。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中国茶艺果然博大精深。承让。斗茶我虽然输了，但小茉莉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跟那个假洋鬼子斗茶，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沈兰人呢？大少爷饶命啊！你把沈兰放走了？大小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小的只能对不起少爷了。又让他给跑了，臭丫头，我早晚收拾你！大小姐，小人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沈清。跟我斗你还嫩了点，本小姐又走了。陆之远这时候带我出城泡温泉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干嘛丢下生意不管，带我出去泡温泉？那个陈马可天天围着陆夫人，他不前六都烦，不如出城亲近两把。陆之远这时候带着兰儿出城是想干什么？难道他想……好你个陆之远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我要去救我的嫂。嘿嘿，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还纠缠沈小姐？我杀了你。哎，别杀我，我是陆之远的表弟。陆之远的弟弟？那你还敢拘于沈小姐？我杀了你这个恶魔！哎，打住！我不是恶魔，陆之远才是。他不能人道，还宁愿折磨兰儿。
我想救兰儿于水火之中，难道还做错了吗？你做得对，先救出沈小姐，后面再给你决斗。啊？城主，这又打的什么算吗？嗯，警察。品茗需心静，若心不静，再香的茶也是无味的。陆家的茶大将军真这么喜欢？这么多年贡茶都定在陆家，你到底是喜欢茶还是在意陆家的人？城主大人是怀疑我办事不利？大将军办事自然公道，否则我爹怎么会病重垂危还召您进宫密谈呢？先城主只是让我好好辅佐下一任城主，并无多说什么。是吗？可我听说大将军和潘大人过从甚密啊。在下和潘大人没有私交，那都是些小人捕风捉影，重伤微臣，望城主明鉴。此事我定会明察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红秀。奴婢在。你觉得大将军说的是实话吗？当初先城主迟迟不肯立嗣，暗中寻访什么大公子，依属下看，这些年来大将军一直没放弃找人，他对您根本毫无忠心。照你这么说，潘大人也……主人，先城主过世，宫中一直有传言说他留下遗诏，若是潘大人和大将军真的找回大公子，凭着遗诏……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赶尽杀绝。红秀，可愿意为我分忧？奴婢万死不辞。哼，泡完澡真舒服。你若喜欢，改天我们再去。瞎嚷嚷什么呀，一惊一乍的。城主啊。城主来了。不是，是城主派人送来一位美女，说要给公子做妾。做妾？嗯。亡我之远，瞧瞧你做的好事。关我什么事儿？你要找城主去。志远，你给我等着。见大公子、少夫人。狐狸精，这是？是他？他好美啊！他是来看我的吗？
这小子怎么看得如此入迷？他如此盯着我看，莫不是发现什么了？看来要赶快实施计划。夫人的眼神好像要吃人似的，莫非在吃为父的醋？谁是你错了？我是那么没度量的人吗？妹妹初来乍到，什么都不熟悉，不如跟我同食同宿，我带你见识见识府里的规矩。这府里的哪一条规矩是你会的？绿儿，在。带红袖下去，让嬷嬷好好教教她。走吧，红袖。这么标致的美人，嫁给陆之远真是太可惜了。他是城主派来的奸细，小心中了美人计。怕什么？他有美人计，我有离间计，只要你愿意啊，我能把他征服，为你所用。死开！色厉心强。陆之远，我倒要看看，过一会儿你还能这么冷静吗？陆之远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看来只能先撤了。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哎，红袖。少夫人。你这是被陆之远给赶出来了呀？这人怎如此之烦，还说不停了。那个不解风情的家伙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夫人此言何意？实话告诉你吧，陆之远不能人道。什么？陆之远不能人道？我得赶快告诉城主大人。我这个正牌妻子都在活守寡呢，更何况你，城主把你送给陆之远，就是把你往火坑里推。只怪我跟妹妹投缘，给你指条明路。我大哥沈清，他是一个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又温柔又体贴，不如你改嫁给他吧。说这么多有点口渴，这东西不能给陆之远喝。夫，糟了，得赶紧走。哎，怎么走了？人家特意为你做的银耳粥，你一口都不喝，真不知道珍惜。你都喝了？是啊。你不喝，那肯定我喝。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？没啥太大反应，就是有点头疼。还有呢？还有点燥热。怎么回事？一定是我太累了。傻瓜，你是吃了合欢散？不行。真是好热。难道是在做梦？这也太幸福了。小青青，快看看本公子强壮的体魄，
以后要好好听本公子的话，本公子的家产都是你的，听到没有，小青青？苏美梦变成噩梦了，不要过来啊！夫人还要娶妻生子呢，不要啊！不可以，沈清。要想办法消耗掉沈清多余的精力，那就让他把陆家这个嫉妒的账本整理出来，正好省得本公子费神，一举两得。沈清为了帮你治疗，这些账本就交给你了。账本？算完这些账本，本公子是不会让你和我共处一室的。禀报城主，红秀回来求见。主人饶命，奴婢试图给陆之远下春药，但是没想到要被沈兰抢去喝了。陆之远认定奴婢心怀不轨，要将奴婢送官，奴婢拼死才逃出来。没用的废物！主人饶命。为什么不把城主之位给我？我从小在你身边，你却非要找一个不知死活的大儿子回来继承城主之位。你根本就不是我儿子，你母亲背叛了我，私通侍卫。不，我是您唯一的血脉，城主之位只能是我的。你根本就不是我儿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别怪我了。喝，给我喝！城主之位马上就是我的了。沈兰，你执意要护着陆之远，那就一起死吧。嫂嫂嫂嫂，我来了。不是吧，不会真这么倒霉吧？好汉饶命。城主找你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城主找我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情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这陆家还真是是非不断啊。如果你为城主乖乖办事，就还有活路一条。嘿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做出伤害兰儿的事的。求求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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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，真是有趣。城主大人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放过我们家泪儿吧，求求你了。放过你们儿子，可以。只要你们跟我实话实说，陆之远是不是面容尽毁，不能人道？虽然死得早，但还有我，我是你舅妈，以后啊，我就做你娘。他真的不能人道，我亲眼见过。都这样了还在骗我，
看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对对对，他不能人道，他跟沈兰夫妻离心，我儿子可以作证的。还敢骗我？绝对没有，没有。红秀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沈兰对陆之远一片痴心，连毒药都敢替他喝。等着为你们儿子收尸吧。不要啊，城主大人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好了，那你们听我办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自会放你儿子。嗯，老太婆来了，肯定是来找你的。兰兰，兰兰，今天我去寺庙上香，你陪我一起去。我？啊，哎呀，我求菩萨保佑我们陆家生个大胖小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自求多福吧。哎，你这算了，还是靠自己。我和他。还用得着拜佛吗？心诚则灵嘛。哎，走吧，来，走啊，走啊，来，救我！我无能为力，你自己保重。陆志远，你给我等着！城主抓走了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那城主用我的性命，他威胁我娘，骗我娘将兰儿骗入了城中。我要不是这位大侠出手相救，我怕是就得死在牢中了。这个人好生面熟。我救过牢头一命，所以能混进监狱，但是城主府就不行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不急，通知陆福快去给宰相送信，计划提前，我要亲自拜会城主。是。来来，快快快快，当心当心当心，疼疼疼疼疼，哎呀，八公子，您怎可提前呢？大将军还没回来，咱们现在行动绝无胜算呢。若是为了城主之位牺牲家人的性命，我跟那师父篡位的贼子有何区别？你竟敢欺骗本城主，我现在把你杀了，再去通知陆之远那小子。我冤枉啊，我跟陆之远非亲非故，他不会来救我的。还敢多嘴，我现在就把你杀了。这是，糟了，被发现了。你
骗本城主。我摊牌了，我是沈兰的哥哥沈清，我早就知道有诈。看我们杀了你！爹，遵命。护驾，护驾。陆林，你就别多问了。我杀了他们。我是父亲。不，你不是想要见我真容吗？陆之远和潘大人勾结在一起，包藏祸心，图谋不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先城主死前留下一份遗诏，要是识相的话，把遗诏交出来。先城主留下了遗诏，可既然是遗诏，又怎么会在陆之远的手里啊？则别怪我把你的娇妻尸首分离。红秀，给我杀了他们。红秀，不愧是我从小带大的部下。红秀，给我杀了他们。我来救你。我们走，我们走，走！杀了他们！嘿嘿，好巧啊！护驾，护驾，红袖，红袖！主人，您没事吧？姗姗来迟，滚！和尚跑不了庙，给本城主等着。完了完了，现在全城都知道陆之远的长相，城主也知道我是男的，陆家这次死定了。陆之远，别怪我先溜了，陆家肯定是玩完了，我可不能把沈家打进去。少爷，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，大难临头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快回去通知二娘，把行李收拾好，等我回来，马上走。哎呀，快收拾吧，走，别废话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万一别人进来看到信，就大事不妙了。信藏在哪儿好呢？有了，这是什么？情书？没想到陆之远不能人道了，还玩地下情。这字迹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陆公子容鼎去斗茶大会，这不是我写给金主的信吗？难道顾公子就是？怎么我写的信全部都在陆之远这里？陆之远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迟早宰了你！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城主派人把陆府给围住了。什么？完了！黄大人人称笑面屠夫呀！
参见王大人。亲自光临有失远迎，不知王大人有何贵干？陆之远，你欺上瞒下，城主命令本官前来捉拿。来啊，在，拿下。慢。这陆府好热闹啊！王大人，陆之远犯了什么罪啊？城主为何一再的为难他？陆之远犯了什么罪？陆夫人一出来，潘大人便一清二白。只是沈清在这里，陆夫人怕是出不来。王大人在说什么？尚未观察便如此善良，休怪我。夫君，夫君，妾身参见二位大人。夫君，你不用这么护着我，二位大人想看就让他们看我好了。怎么证明你是沈兰？爱的夫妻怎可一再为难呢？嬷嬷，本官要验明正身。是，走吧。回禀大人，陆夫人确实是女儿身。王大人，这是个误会吧？陆之远并没有欺上瞒下呀。还有一件事，陆夫人是处子。陆之远，你大婚多日，夫人还是处子身，你们陆家好将礼待。王大人可是忘了，城主在赐婚当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，我陆之远是不能忍的。大人明鉴，那天城主来到陆府，看到我妹妹之后就一直觊觎她的美貌，多次骚扰不成，还想刺杀我妹夫。夫君，哥哥，是我害了你吧？望大人为我妹妹和妹夫做主啊。王大人，如此恩爱的夫妻怎可一再为难呢？李将军，既然如此，本官便回去复命，城主自然会自行定夺。另外，本官也会美言几句，听闻陆家茶艺不错，本官在此已等候多时，不如沈兰，明日送些茶叶到各位府上，恭候几位大人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下糟了呀！居然亲了陆之远。是不用给你哥的。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陆之远，沈兰怎么会来的？
我怎么会知道？不是你叫他来的吗？沈岚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少爷让你和二夫人一起，赶快逃出城。什么？我哥他一定是出事了。算了，没有办法。我沈岚出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你还敢说？如果不是你逃婚，我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沈清，你轻点儿。当初城主赐婚，让我嫁给一个见都没见过的男人，谁嫁谁傻。再说了，你让我嫁过去，还不是为了让我痛？这沈清，还以为我不知道呢，还不是要把你这个悍妇嫁出去？说得好听。你跟我回沈家，闭门思过。喝点茶，消消气。还有你，陆之远，消消气。没关系，顾公子。他都知道了。多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沈家，现在我救了你，咱俩扯平了，从此以后恩断义绝。哎。明天斗茶大会见。这么巧了，又来了。兰儿根本不在，你在乱说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你们别吵了。啊，又是谁？待会马上开始了。好，晚上好，各位父老乡亲们呀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斗茶大会的现场。好，今年的比赛异常的激烈，经过大家的努力，我们终于角逐出了斗茶大会的决赛名单。好，来，左边的观众，告诉我你们的心声。沈清，沈清，沈清！来，右边的观众，告诉我你们的心声。沈清，沈清，陆之远，陆之远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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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不卖关子了，让我们有请礼仪小姐为我们送上斗茶大会的决赛名单，鼓掌。首先进入我们决赛的是陆家。陆之远，让我们有请陆家陆之远。第二位是沈家沈清，有请。现在我宣布呀，斗茶大会正式开始。好久不见，你还敢来？我不来，你怎么有机会赢我呢？陆之远，我要的是堂堂正正的决斗，你可不要放水。放心，你是有实力的。是。
跟我之前认识的沈清迪。好茶呀，今年的贡茶我投沈家一票。哎，这位美丽的姑娘是谁啊？怎么有人说她是沈清的妹妹？哎，她叫沈兰，自然就是沈清的妹妹咯。她叫沈兰？那我的东方小茉莉呢？好，本次大会的评选结果已定，有请李小姐为我们送上冠军名单。好，本次斗茶大会的冠军是，他是沈清。哇，做到了，我赢了，贡茶是我们沈家的。啊，恭喜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。真棒，真棒呀，五年了，我终于拿到贡茶了。就算长出翅膀也逃不掉，识相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，老老实实的跟我去见城主，说不定还能留你们全尸。他们目标是我，你快走。谁要跟你走啊，白痴！哎，不要过来啊，我可厉害了。你们一个也别想走。还想跑？跟着我，我尽力护你周全。闭嘴吧你，都是你害的。兰儿，兰儿，你可真是天下第一啊！别贫，快走。各位官爷，雨后贵干呐。勾结宰相谋反，其罪当诛。没事没事。沈兰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上。轻点。好，我下手轻一点。自从嫁到你们陆家就没点好事儿。不用了，我还要照顾家人呢。我先走了啊。我娘生下我就难产儿亡，我父亲为了传位给我也死了，宰相他暗中照顾我多年，
也因为我死了。你走吧，待在我身边没有什么好结果。看什么？我这个人别的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差点。你要我走，我偏要留下来。我可不是为了你啊，我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是照顾你多年的顾公子吗？嘿，你还敢提这事儿。我大公子，末将救驾来迟，请大公子恕罪。将军，将军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起来。大公子，先到我府中安顿下来，再做打算。陆之远，城主把咱们两家都抓走了。莫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的兵马都在城外，他们想要的人是我。我去会会他。陆之远，你还是来了！你这个乱臣贼子！城主之位本应该就是我，乱臣贼子是你。把遗诏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。走，快走。跪下，跪下。兰儿，没事吧？下马威，来人，把他们都杀了！不要，陆之远，你夫人还在那儿呢。没办法了，只能先给他了。遗诏给你，放了他们。红袖，人人都说你对家中汉府情根深重，我还不信。没想到你居然是个痴情种。来人，把他们都杀了，剁成肉酱。谁敢动？我是城主的唯一嫡子，你们把东西放下。
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你谋权篡位，其罪当诛。一诏一回，我这外面都杀了，就死无对证。等等，一诏还在。遗照在这儿。嗯，来人，把他们都杀了！把他们都杀了！住手！末将护驾来迟，还请恕罪。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，还不把他拿下！你们是你们谁敢动我？我是城主，走，我是城主，走，嘿。乱臣贼子，乱臣贼子啊！大公子终于当上城主了，我没有辜负对先城主的嘱托。原来是你一直在保护遗诏，辛苦你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又被陆之远那个混蛋坑了一次，谁知道他会把遗诏放我这儿？沈家舅爷，将军快别这么叫我。为什么？坐坐坐。何离说我会尽快送到陆府，家眉愚钝，不适合陆公子。为什么要何离啊？令妹那种英姿飒爽的女孩子，才最适合大公子。他们是被逼着成亲，没有感情的。感情是可以再培养的。大将军，希望你知道真相后还能说出这句话。大公子重情重义，几番为令妹设险，早已情根深重，又何苦非要拆散一对有情人呢？这事儿解释不清了，小爷我不管了。其实今天叫你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为了撮合令妹和大公子，我早已派人把他们两个人关在一起了。没事，陆之远又不能人道。大公子有碍于身世，不肯留下子嗣，所以对外称不能人道。你放心，我叫太医诊断过，他是正常的。什么？陆之远是正常的？以防万一，我还派人特意下了春药。春药，不好，兰儿。将军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哎，这沈家舅爷，茶还没喝完呢。怎么沈兰一点事都没有？你怎么这么大反应？我中了春药之后发现了不对，我为了救你妹妹，把她那份给倒掉了。想不到你还挺有原则的。你还需要帮忙吗？陆之，你要干嘛？你别过来，我可是会打人的。对不起。你离我远点，你冷静。没法冷静。你冷静。我冷静不下去，
神药，我有经验，我有办法。那你还不快去？真的？大公子从天黑到天亮，一直都在房里。大将军，你放心，陆志远吃了您的药后，从天黑到了天亮，一直没有出房。真是太好了！大公子有了后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沈家。多谢将军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成王败寇，我输给你了，无话可说。你不是输给了我，你是输给了天道轮回。把这个毒杀先城主的叛贼给我拖下去。城主英明。都这个时辰了，沈清呢？李将军，臣在。沈清呢？他去接他妹妹来城主府与你相聚，一早就去了。好，沈清这个家伙，他不会要逃跑吧？去哪里？接夫人。沈清啊沈清，你别想跑。启禀城主，我家少爷真的不在。不在？他回来一趟，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往城外去了。沈清啊沈清，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陆福，快。你快点回去把你妹妹接到城主府，我亲自为她置办婚礼。这大将军怎么老是喜欢动手动脚的？多谢将军。也不知道这力度兰儿舒服吗？你们，你们俩，快收拾收拾，陆志远当城主了，你是城主夫人。陆志远当城主了？不知道啊。管他呢。不去。你看我现在过得不比城主夫人快活多了。你疯了吗？城主夫人你都不当。左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要嫁就嫁我喜欢的人，而不是什么城主夫人之位。兰儿说得好，兰儿说得好。你俩，还是快走吧。我当上城主了，你不满意？你有完没完？你放过我吧，我还没……陆之源，你有完没完？是我妹不对。他水性杨花，嚣张跋扈，是真的不适合你。既然跟我拜过堂，成过亲，这一辈子都是我的人。那跟你拜堂的人又不是他。沈清，你现在叫我追究你们沈家历代逃将的大罪吗？陆之远，你有完没完？是，替家的事情是我不对。那你呢？你冒充金主骗我们家的茶，
还把遗照那么重要的东西藏在我身上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被你骗的傻子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信你个鬼。我买沈家的茶是因为沈家的茶是最好的。那是当然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姐，我娘走得早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，但我只听说她是城中最温柔最美丽的姑娘。没想到陆之远这么可怜。你也上个香吧。陆夫人，陆之远已经当上城主，您在九泉之下也可以放心了。娘，沈清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陆之远半生勾心斗角，步步为营，也只有这么一个好朋友。没想到我在陆之远心里这么重要。沈清虽然狡诈贪财。哪里狡诈了？哪里贪财？但本性单纯，若你要是在，一定会喜欢他的。这么说的话，好兄弟，这婚事咱就不提了。你做梦啊你。沈家我是不会放过的。你陆时元，你个王八蛋。不好了，小姐又逃婚了。我这个沈兰怎么那么喜欢爬墙呢？年少有为，你这干嘛又是逃婚呢？哎呀，就是嘛，这兰儿这一走了之，不像话。我就不信我抓不住这个臭丫头。哎，这大舅子，大舅子，这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大舅子，大舅子，哎，这，哎呀，大舅子，你不要这样，太危险，太危险。哎呀，兰儿太过分了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你让我来。沈兰啊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呀？不好了，花轿到门口了。花轿到门口了？这么说的话，那这不是又要……城主赐婚，如果悔婚，这可是灭门的大罪呀！是啊，大舅子，为了沈家，你就再代价一次吧。我不要。大舅子，这一回生嘛二回熟，咱们呀可是很看好你的哟。走吧。我不要。哎呀，快走。我不要。走嘞。嘉义，嘉义，嘉义，嘉义。